直接变假然后分手。哎，我有看过那种真的就是交往到一半，然后突然跟对方说什么啊，其实我喜欢的是就是同性这样子，所以我要跟你分手。哇，好糟糕哦，那种我真的我完全不知道给什么反应好，哎，完全没办法想象这种画面出现。分类帽是吗？你们没有听过这种故事吗？是说什么啊，其实我喜欢的是，你知道，同性。对啊，yeah， 好可怜哦，超魔幻舞台。听过不止一次，哎，我没有听过，希望这辈子都不用听过，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听。